每把都会认识我。有些人生来更胜一筹。这场战斗有阶级之分，你最好知道自己。他太稳了，这姐。你真想就这样子死掉吗？为什么鼠标一直点？只能告诉你，高手都是这样的，点起来。点的越快，我的小守卫他摸不透我，想干嘛？看我的小守卫一直在给他压力。疯狂的抖动，哎呦，还挺准。也太怂了，他就是完全就想在后面跟我发育那种。18个刀，我不能急。走吧，看能不能抢个五级。我怎么怕我的呀？回家了没？这波蓝有点不够。你们未来的女皇要暂时离开一阵，好吧？不再藏身于后宫，我要一鸣见主。没事，等我等下一波六级。他怂不住的。我这波要早就去越他了。他有 TP 好像，他没交贴的，他这波应该也不是特别亏。
回家吧，人有点多，这个位置赶紧闭了，别被断节奏了。哎，好像能越他，能咬到不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操，怎么有个兵啊？前面兵我没拉到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太阳要来了，不能硬越了。这波这个小兵我拉到的话可以越，第一时间兵器能进塔的，他红鹿咬住我接一套就秒了，但这个兵没进去，没拉到，不能硬越了，硬越要炸。一个我吃了快两层，还是有点伤，这波解秒了吧，别让他吃这波血。我靠，全爆过来了，那没事了，有点没地方跑了。爷夫应该会想一直搞我，压力好大，我都没技能了。哎，我这波其实失误了，我应该一片一下的。我这波E骗的大，我再回头 QW，Q 他就死了。这波有点呆了。但也给他吓得不轻，给他吓得不轻。他应该以为我有大。抬到了，应该能杀。哎，抬的位置不是很对啊，飞过去，这不飞吗？我靠，这不飞啊！这杀不了了吗，兄弟？
AD 没闪， 600回， 早就会去一波。 出装不是固定的， 先出幽梦也可以， 钱够可以直接幽梦， 节奏更快一点。 没虫子拆得太慢了，兄弟，死不了。 这波竟然能大得出来啊！ 我塔怎么掉的呀？ 我不一直越他的塔吗，兄弟？ 想着跟蛤蟆打他个大招吧。 追他，不用追他，打点了，这波可能会绕回来，我来这里卡个视野。 1613。 刚好够了，这个节奏很舒服了。我现在虽然4杠2，看起来很一般，但是我的发育很好，而且我马上13级，我等级特别高，因为我这把对线优势特别大。 我这个闪至少能留着杀一波 ADC，
没大招，我以为我 EQ 他直接死了，我都回头了。很急吗？对面很想杀我 ，ADC 没双了。嗯。哎呀。 2100块，可以买个叶子风刃，正好。小龙50秒。 上路吧，这小龙对面我估计不敢来，把这个兰博抓了，拉他一下，别换了。 他没看到吗？不过来包一下，无所谓，别闪了。哎呦，这应该是想大家里把我大死吗？ 好像交闪了吗？感觉突然拉了一段距离，马上15级了。这杰已经没有压3级了。这杰好像交大了，这波直接推下个塔吧。 现在闪现是看不到的，就是如果没视野的话，看不到的。现在直接大龙了，我可以赶过去。对面这波强行打大龙，他们要炸，他们打的不是很快，不敢打了。直接过来包他们吧。这杰去下路了，直接反包一波，赶走这边了。这人不怕我呀，这人确实不怕我。 哎呀，泰坦怎么在这？我没注意看泰坦的位置啊，我以为泰坦是我家的啊，第一时间。兰博拿了危险，哎，我感觉得出个小影魔刀，算了，撑不住。 哎呀，这是死完了吧？AD 怎么死的？这波有点不对劲呀、啊，这波打完。
大龙好像没了，怎么打成这样吧？我这波虽然死了，但我感觉我也打了很多伤害了，还吃了很多技能，我不能死啊，把队友感觉靠不住啊，我这波先死了，打不过了。 杀了吧！我等级还是很高的，16级。但队友等级有点一般。等龙吧，等小龙。 知道我在这里啊，DC没有走过来，不过交闪差有点小强行了，主要我自己也走不了，但他是个大人头，也还行吧。艾克没大了，他们4打4不知道能不能打过。艾克没大，泰坦好像没交到。 我直接来个大眼魔刀吧，一个小的吧，但是有点不知道出啥了，要买吧。 打团尽量别死，我得活到最后，这把队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靠谱。我死了，他们应该收割不了。电竞没好，算你走运。 我已经18级了，等级碾压全场。我这个等级压制，装备可以换一换。我想想。
这波换个青龙刀吧，或者换个春哥也行，春哥吧，先换个春哥。嗯，我伤害是够的。 虽然我有护甲，也有魔抗，还有个春哥，我现在挺难死的。我先不能死，我等级很高，我先死一波很伤的。但我现在操作不出什么很大失误，对面很难杀我。我这个装备很稳。 大龙吧，AD 落单了，来抓他。嗯，队友那边不会出事吧？应该不会。 拖一会儿，应该能留住的。AD 没双了。 推一路吗？推中吧，好像不一定能推。这个位置不好上去 A。算了吧，不好应援 A 这位置。小龙40秒，这小龙吧，应该卖了多少钱？1200。要换个装备。 直接秒掉啊！回家随便换一个吧，换个公里援护。AD 没双的，这波闪现秒 AD。 急了，哎呦，这AD是有盾的，我有点犹豫了这波，我不该上的，我在想要不要上，有点想上，又有点不想上，我这波想法出问题了，我感觉这位置有机会全部留住，闪现浪费了。 我没护甲真的有点危险，说实话，这金克斯出那种穿甲装的，他一个 W 伤害挺高的，我很容易吃到 AOE 还有劫，不小心被打一套，我刚被劫打了一套，也掉了很多血。没有仆人照看，真让人难堪。
不是好，别说实话，我们的阵容可能要等下条大龙了，有这么闪现浪费了，有点伤，把他破壳一下吧。 我们这把基本只有我能先手，我去带中吧，我把中线带过来。他可能在草里，看能不能抓到。算了。 一分钟大龙，我春哥应该要好了，我等会可以把春哥换回来。春哥3200。他们总说我很冷酷，下人们踩过的地方，我可不能涉足。 我这换了两波春哥，怎么感觉亏了很多钱啊？我看我春哥，不好了，就等一下吧，换这个吧，宫女护留一下吧，我 CD 有点不够了。 直接打吧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对面不太敢过来的，也给了吗？对面，我闪现开的话。 有点容易炸，我得开到 ADC， 我这波闪现开到 ADC 应该能一波，这节再带，往前顶一下吧，别怕别怕，把他卡 A 了，这波最好回去吧。 别跟他们换，好像一波了，退中，没兵线了。 这 AD 好像有闪，先压一下，别怕，别塔，我这个闪看着 AD 就好了。Nice。 打赢的有点艰难。